长好，昨天我到山里拔小竹笋，在拔竹笋的地方发现了一颗兰花，很多网友问我说那种属于什么品种，刚好今天在这里又发现了几颗，接下来我们就近距离来看看。这里就有一颗开满了花，很漂亮。看这旁边又有一颗，这一颗是粉色的。看这个水沟边好多，这里一大片，看这些还没开花。这里又有一大颗，看也是粉色的，这种就是虾脊兰，它也是属于兰科植物的一种，一般是生长在常绿的阔叶林下，它的花有很多种颜色，你看这种是粉色的，还有白色的、黄色的、紫色的，它的花期一般是在4到5月份，它的花期很长，在我国的浙江、江苏、福建、广东和江西都有分布。这个虾脊兰很适合于盆景栽培，有很高的观赏价值，你看很漂亮，这个叶片这么大，像这种虾脊兰在我们山里有很多。好了，这期关于虾脊兰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很漂亮。